哦，来这边我哩。我是，我是移民来的林坤章啦。我讲，阮提干嘛出去干大宴团，红台三百样，红台宴就开始咧宴下大宴，啊，阮讲，阮嘛是边边台东啦，我嘛是去干，要出去就爱豪宴啦，宴够大个，无带落去啦。啊，你讲阮伊个是我干哪办？我提干要哪出宴啦？啊，日本红台宴是日本啦，对唔？去警察搭伊遐，到底阵都无处理啦。咱伊遐处理，你搁看下。咱伊搭伊啊靠遐，拢应着大应着喊来啦，拢无在做工。啊，阮伊面哪处理啦？啊，阮风台啦，还袂风台到，阮爱咪咪，爱咪爱咪咧，安尼哦，安尼三号三四等来咪啦。风台伊个叫啥？日本的。啊，阮大家拢，阮都无在做工啦，爱好应嘛。哎呀，那全海顶个顶个五百，哎呀，一百块个尔，迄个风。正来喊起来，就叫你着着迄个体罚啊！哎婆，你看袂晓处理，对无？我是知讲即个，我讲嘛有代志嘞啦，有事逐个有所在啦。哦，我讲即个代志尔啦。我处理，哎婆在出工嘞，婆在处理哦。安尼，来大家各有其他意见，咱时间互咱移民朋友。到年底，拄啊
开放大的时阵，所以迄阵也阁上我会挡较久一点嘛。即摆遇到另外一个问题，阮即几工阮嘛咧在大课顶讨论，即摆伊也是对人家吼，二月三月计划就无人啊，计划无人以后四月五月设计好啊，工程发包的时候，我像您讲的，拄好伫咧风台前，结果咱工程做好的时候，风台一吹了，规个干都塌咧。啊，问题是不哩经验收了啊。啊，所以这也阁是另外后壁的问题，这后壁阮也阁有甲伊也出来讨论啊吼。啊，若准咱全部甲高定哦，恁咧讲的副讲的，我先咱嘛等下甲大家讲一下吼。即摆若讲要去副诶啥物啊，避难溪出海口稻香坪遐，佛玉混凝土厂外口遐，若要去遐钓鱼啊，咱都大家互相讲一下。迄遐阮要甲伊啊，甲迄位要封起来啊。副讲的电箱要伫遐做。故宫的点心要伫遐做，即摆已经开工啊。咱即摆若讲有赛车经过临海路，就是迄海滨公园遐，规个即侪工地有无？迄有两个工程在做，一个是咱故宫的肉粽甲伫遐，伫从南边，伫太平溪出来口。海滨公园迄个是领导的，海滨公园迄个是领导嘛也咧采收。啊，所以故宫开始咧做啊，点心迄种爱等点心等落以后，咱规个工具的即份拄在搁转来，好啊，大概是。昨天啊，县长黄县黄县长的时阵，当初钱透着以后，我相信唔知咱议会有，大家唔知知影无？反正阮已经招标超过两年啊。今年阮嘛甲县，甲即摆县长讲，县长嘛带给我们一点好运啊。今年阮已经收集规个预算书，已经整理几啊届啊，整理两年，即摆到今年才有人来标，啊，即摆已经标出去啊，进度开始慢慢仔会出来，请大家搁忍耐一下。过来就看到进度啊！啊，巴掌甲拢在做，大家拢会来去看。外口拢有公众告示牌，啊，麻烦大家来遮继续服务，规个工程啊，继续监督。好，以上这些。来，咱唔知时段的加购有要发有意见无？无就咱好，沈副组长。我开始有一种咱刘市长留下一种过户的代志吼，我说请教咱是主牌还是副牌？你副牌吼，我阁因为咱嗰个是要互恁囝嘛，对无？你互恁囝无问题。咱主牌吼，你要过户，啥物人拢无问题。但是咱副牌有一寡限制，副牌就是讲你也是继承无问题，啊是你是阿公某交啊嘛无问题，所以你。诶，无问题。搁我说明讲，为啥要按咧诶一寡管制？就是讲，因为伊环保署即几年为着迄种海洋垃圾的一部分，又去调查上侪是啥？上侪是咱保特瓶。搁第二就是咱渔网，搁渔网上面上侪就是流失网。搁政府为着要互咱的整个海岸区，因咱的客花迄种是鱼仔啊，啊咱鱼啊是种。咱若无食鱼仔，咱鱼啊，咱迄种回游性的鱼类，像咱的龟头刀，也是咱的鲫鱼，就袂活。所以为了安尼，阮就是有一个转型的计划，就是你若主牌，啊，你若歹做啊，政府来收，主牌就是20万。不过你若有本来副牌有，不要紧，政府嘛收15万，就是收起来。佮拄仔有讲到咱要过户的代志，你若主牌拢无影响，因为本来你一开始就用主牌。嘿，就无，搁你副牌，伊才是讲，哦，我主，你做主牌，我可能延伸掉啥物，我直接去申请副牌。但是迄部分就是讲牌，迄部分嘛不要紧，你只要本来有个人政府来保障，但是你只要是要互恁个子儿孙，要过互恁子儿孙，嘛无影响。啊，是你要互恁个阿某交我，嘛无影响。但是阮即届有几年有听讲，有个是讲，啊，我到我就老啊，但是阮囝嘛无要用，搁我可能。虽然是副牌，我也是希望政府讲尽量是不是会使，这阮嘛应该检讨。但是这因为阮政府最近有一寡转型，有一寡钱发出去啊，阮来去评估，这安尼落去阁放弃，是不是一开始阮遮的钱要做袂开，迄嘛开袂少钱。但这部分阮来评估是不是种，但是我即摆来个细的部分，你要互恁囝无问题，嘛袂受到啥物都任何影响，安尼我先说。分清楚哦，无清楚是袂要紧，搁打电话给阮的副组长来讲个详细嘛，袂要紧哦。啊，咱来朋友来搁有要反映个无？啊，你无予那个
主来讲的。多谢咱李亚叔哦，咱助理啊，咱关键夫人副助理，啊，不然师傅咱，哎，各位助理、副助理哦，我今日咱谈到咱所有人民所关心这个代志哦，我先讲台务啦吼，台务讲较侪代志，啊，台务伊讲这个部分哦，之前我嘛捌甲组长吼，啊，佮两个日本的专家，佮去甲台务伊讲。为着迄个，伊咧讲，要安怎做，会当把这山冻掉咧，安尼吼，莫讲塌江安尼。我拢直直昨天专家讲，为日本请个专家来看，但是，今年嘛是讲，也讲无解乐观啦，因为毕竟大自然的环境的问题吼，是讲咱人个话都完全会当去来控制。啊，但是这部分我想讲，我来讲家己也出来努力啦。啊，另外台府伊讲其他的问题吼，我今仔嘛拜托咱主笔者吼，是不是讲咱找一个时间吼，咱来台府伊讲其实吼，艺术家还是啊，搁有政府者，我拜托政府者，咱来台府伊讲开一个座谈会，甲咱当地遐所有台府伊讲的意见，吼，咱做一届或者只讲的只问题啊，吼，啊咱，因为趁靠近台湾嘛有讲嘛，讲每可能每年度嘛吼有一个经费吼。咱做一届，哦，台府伊讲这问题来处理好起来安尼，哦啊，所以，等下先，因为我知台府伊讲到，迄个废弃物再制厂啦，活动中心啦，就迄个就结束啦，啊，几台吊车，这迄种预估已经到，哎，拢超过伊使用年限，这我拢知啊，啊，但是这几年啊，我嘛知因为咱。政府的资源拢一直下伫迄个浅遐沙，哦，补遐沙啊，所以砍遐砍较侪钱，所以，嘿啊，变作讲咱其他的建设要做的经费都较无啊，嘿啊，但是咱毋是讲无毋知影遮个问题，咱有咱知影，咱嘛有重视，啊，哎，我知啊，所以。我是想，嘛是爱阁找一个机会吼，甲大家好好谈一下，坐来谈一下吼。对啦，啊，这我了解吼。哦，啊，找一个机会啦，啊，再过来台务遐吼，甲大家见面，好好来坐来谈一下，看变哪处理台务。啊，另外咱去讲遮个问题吼，即摆咱之前咧讲迄个讲要拓宽遐啊。哦，南平要搁做主建，即摆已经六月初二，环境已经来动工啊，即摆已经准备要做啊。哦，啊，包括咱洪波地啊，之前洪台讲派伫遐个吼，啊，迄咱迄红顶六月海，即种即摆拢环境即摆要开始要落去处理啊，拢开始咧动工要处理啊。啊，另外我今年吼，我嘛为艺术家争取着钱，吼，艺术家嘛帮咱一条经费啦。啊，就要针对讲咱未来吼，咱港府变啊好好规划，吼，因为后手咱国政府遮，也阁有几若亿个迄个计划啊，要做迄个南平迄个新的港，扩港的迄个部分啦，啊，阁大家来讨论，啊，即摆吼，伊也出嘛，有咱一条计划做规划。哦，包括头先咧讲迄交通的问题啊，车辆免咱入来吼，啊会甲咱移民咧使用的码头相关着这个问题，系咱将来拢会伫这个规划内底。吼、哦，今年年底以前就会完成啊。啊，这个规划，咱就会针对遮港府的遮个问题，甲交通船，吼、哦，遮有啥物诶未好势所在，系咱拢伫这个规划内底，咱来做一个解决。啊！但是这未来嘛是爱拜托咱艺术家甲管政府家来带咱斗支持啦。哎，啊，相信这时间咱这个问题拢一项拢会咱来解决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总干事嘛，我来讲清楚吼，因为这话代志无，规个爱规个来看了吼，才知影吼。所以到位个这部分，我就一点讲吼，就。请专家、政府啊，咱
咱大家时阵若讲有兴趣时阵，咱共同来现场无做一个座谈哦，啊，看卖者啊，现场到底是安怎解决，大家有一个意见问题交换者。啊，无即摆哦，大家都讲啊，咧大家又较问题较复杂啦吼，了紧啦。另讲咱过来去，过来做做一个座谈会啦，好吧，安尼吼。啊，若讲时间无了吼，来到时啊，这个规划年底来完成嘛。啊，大家话来到提供意见，互咱虚位啊，即种房屋这边无吼，来做一个意见交换。交换时阵话，安尼以后未来即个工作会会晓做较好势、较顺时，安尼。哎，唔知大家有意见无？那讲大家有意见，因为即摆也差不多十二点嘛，吼。啊，外口后准备便当，吼。啊，是不是咱暂时会当今日到这来结束？啊，二工吼，咱再再来二工那边吼，再来再做一个座谈，啊，大家意见再来交换。啊，来讲今日各有意见，不要紧，咱是用这个书面的吼，啊是讲直接甲总干事来讲吼，啊总干事吼这意见，再来反映会议处，安尼大家也当同意哦。